来看一下，这个是我们春茬的番茄啊，已经开始拔秧，开始换茬了。看一下，全部是采用的种植带无土栽培这样的模式。看一下吧，到里面去看一下。然后把这个番茄秧子一拔以后，我们就开始栽种了，栽种下一茬了。你看，这个蚯蚓粪的好处，拔完秧子以后，这个蚯蚓粪呢还是非常蓬松的。如果你是土壤的情况下，估计就是硬邦邦的了。这是一个，再一个，你看我们种植带，这种植这一茬种植带，看见了没？还可以继续用啊。有很多朋友说啊，问我们这个种植袋啊非常好，能用多长时间？大家可以看到了，就是这是已经种了第二茬啊，这是第二茬，马上种第三茬，啊，这种植袋也就是用了，马上该用了1年半了。这种种植袋因为它是塑料的，所以说你如果你放到这，你别刻意的天天去踩，天天去搬，啊，用个4、5年都没问题，还是比较划算的。这是今天一早，工人开始那个拔秧，把番茄秧子拉走，拉走以后，预计就是这2、3天吧，就是利用明天后天把这个基质啊，这个袋儿的基质给它洗一下，洗完基质以后，把这盐分排出去，然后我们进行秋腌后的栽种了，开始，换茬速度是非常快的，你基本上不用动，你也不用去翻耕地了，是吧？你不用起垄了，看见了没？也不用再去覆地膜了，很方便的，就把边上的杂草的除一下就行了。